十几年前，妖精曾是最受欢迎的职业，各种拉大，各种输出。但随着时代改变，黑妖、枪手、龙斗士、神圣剑士，曾是妖精主宰的天下已经不复以往。虽然我曾经怀疑过自己，但我一定要向世界证明，妖精还是最强的职业。师傅啊，我有点不想练妖精了哎。现在网络上都说神圣剑士强很多。傻孩，真正让你强的并不是你的职业，而是你的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师傅啊，你的武器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哎。如果可以借我几天的话，我一定加倍努力练功。为了妖精。相信你绝对不会让师父失望。用完记得还给我。老婆，今天不是带我来打武器吗？是啊。可是木乃伊王打完不是只有奶头吗？我只是想要嘛。哦，所以我武器被骗。你还带我打武器。来奥塔帮你打奶头。合理，走，走。乌棒，乌棒，我一个 OK。好帅哦！哇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后面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！老婆，敌人来了！就跟你说不要煮妖精了嘛，被王追着跑，又被狄某秒杀。你讲话可也不要这样，我告你种族歧视哦。告我？哈哈，笑死！跟谁告啊？居然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妖精？呸！老公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，我都还是会陪在你身边的。老婆，有你真好。刚刚的王你掉奶头了，啊，好可惜哦。来，这个送给你，我用台币买的。谢谢老公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老公，谢谢你哦，好爱好爱你。靠腰，不是人妖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好，不要怀疑人家嘛。老公，爱你爱你爱你，我要去洗澡了。洗澡。要等我，拜拜。没想到这一洗就是半年。回家。你看那个妖精，被老婆拿装备，都几个月没上线了，还不相信自己被骗了，真是傻逼。还有人吗？美哀，又是你妖精！不要闹了好不好？打王还可以，遇到地魔不是被秒就是蒸发。我问你，被秒跟蒸发有什么不同？对哦，词穷了就不要硬讲。反正没关系，反正没有了，走吧。
哎，你说句话啊！要妖精哎！哇哇，我的天！杀是暴风特压压惊吧。看吧，根本就不需要你嘛。嗯哼哼哼，嗯哼哼哼，嗯哼哼打王了，小嫩嫩们。你没事吧？被秦王抢王了。今天几月几号？五月六号。怎么了吗？我们只能赌一赌了。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好，我要怎么帮你？要什么？要，我不好意思说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差不多。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罩得住。都被抢了，你们还有时间亲亲？你以为我们在亲亲，其实我们在更新啊。五月六号天堂 M 妖精改版更新，妖精基础伤害、命中、攻击速度以及一般技能提升，并新增冲晕技能，使得妖精的能力更加全面。先解决他们。精灵守护者，召唤精灵王后，对我军生存者解除所有异常状态，并对敌军造成冲晕的神话级技能。重击之时，使用三重使十次后，对附近的目标造成强烈伤害。天堂 F 高阶妖精，五月六号逆转战役。哎，妖精，等等，恶魔场佳佳吗？嗨，佳佳吗？来啦，别这样啦。哎呀，你现在是不给面子哦啊！没有啦，没有妖精，还要被妖精吗？这么搞啊！你以前不是骑士妖精？哎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！我哪有歧视啊？哎，那边还有妖精哎！你转职了？对啊。
很适合你。改版上线连干嘛个忘啊？谁知道怎么连啊？你我救命！踏梦小倩倩，哎呦！老公，好久不见，对不起，人家去当。当什么？你不是去洗澡吗？啊，对啦，我人家洗澡洗比较久嘛。哇，洗澡洗到改版，啊，不会脱皮啊？啊，人家想要洗久一点，让老公闻香香嘛。香烈大头贵了，帽子给我还来，滚！哦，打女生，哭哭。这个奶头就给你当做转职的祝贺礼吧，老婆。Yes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我们夜市特工的特效是我做的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做特效是……那很多网友问说，他对特效有兴趣，那想做的跟你一样好的话，那你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就是你要夜光常讲，要跟环境互动，这个很重要。哦，对，这样比较真实哦。对，那有没有比较实际上一点，就是？他们要怎么起手？就教学多看一点啊。那这是就是我们那个特效师哲秀的建议啊。如果喜欢这支的，不管是特效还是剧情，就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